大家好，我是董正龙。那今天真的是太值得纪念了，就是我第一次啊领到，就是我推广啊 Host Monster 这家虚拟主机的就是服务的联盟行销的奖励金。那这一间呢，它是这样提供的，就是说。如果你成功了，透过他们给你的连结，推广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大概第一次他发给你奖金呢，要整整等45天至少。那我印象中是从六月十三号，对，六月十三号左右，推广出，那时候我开了一个。网络行销的研习班，然后再教七间出版社架他们网络购物的那个网站，然后这七间呢全部都有购买 Host Monster 这项服务，所以每一间我都可以赚到65块美金。那总共就是455块美金，在这边你可以看到，这就是他现在发给我的奖金，455块奖金美元呢、啊。那从六月十三号推广成功，一直到今天8月26号，整整过几个月啊，哎呦，好久，整整过了2个多月哦，所以其实你要领到它的第一笔的推广奖金，它至少它网站上有写，我印象中好像也是将近一两个月，两个月有，对吧、啊？你看我整整等了2个月再多一些，然后他现在终于就发给我。那之后呢，他再发给你的时间就会缩短，因为第一次他会比较慎重。但是我开心的是，这是我终于我的 PayPal 呢。这么久以来，常常都处在归零的状态，然后今天终于一口气转换成台币是12,869元，这算是我第一次有感受到联盟行销的威力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详细资料。这是我刚刚才收到的，这确定是由 Host Monster 寄来的。所以你看，他主旨这边他写 Affiliate Commission，就是联盟行销的奖励金，然后是给我的。那是在期间是4月20号到今年的7月1号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印象中我大概是4月20号。左右那时候加入的，然后我推广成功是在六月十三号嘛，那他就是算6月份到7月1号这段期间，从我加入到6月底这段期间所有的奖励金，所以录制这段视频呢，只是第一个一方面要庆祝一下，这是我第一笔比较大笔的联盟行销的奖励金。这当然不是我第一笔在网络上赚到钱，因为我之前就有写过家教电子书啊，然后还有卖一些我自己的那种数学方面的课程啊，我其实都已经有赚到钱。但是这让我开心的是，这是我第一次领到那个虚拟主机，或者是说是做联盟行销奖励金。然后另一方面呢，也是标示着啊，因为其实我不止这一笔，我那时候。替他们开研习班，事实上我赚的那个奖励金是好几万，忘记大概几万，可能最起码3万块以上，30万都有，对吧、啊？那我陆续有领到，也许我会再录下来。但是重点在这边，我想要表达的是说，其实真的做网络行销啊，真的会做，其实是真的赚得到钱的。那我很开心的，就是把这段影片当做。是对我自己从事研究网络行销这么久，然后呢，第一次赚到一个比较可观的收入的一个见证，那也希望能够鼓励你能够继续坚持往这一行迈进。OK，那这名字是我老婆的啦，所以不用在意。OK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